看看新闻网。高晓松和80后小娇妻离婚了吗？这个消息爆出之后呢，立即是在网上炸开了锅。那高晓松和新任妻子相差十几岁，但是结婚七年以来呢，一直是甜甜蜜蜜，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那这幸福的一家三口如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6月26号，高晓松在微博上刚刚晒出了全家人出游的幸福照片，时隔一天，网络却传出了疑似高晓松和妻子协议离婚的消息，令外界一片哗然。据悉，高晓松的妻子名为徐灿金，她和高晓松相差十来岁，于2006年结婚，如今育有一女。而记者发现，在高晓松近日上传的照片中，倒的确没有出现妻子的身影，因此随即致电高晓松经纪人严小姐。不过对方直斥只是无聊传言，太无聊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好吧。